么情况？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你没看到我先来的吗？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？你先来的，你先来，你倒是把车停进去啊！哟，技术不怎样，车倒还不错，蹭来的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信不信我抽你？好了，小慧，算了，我们再找个车位嘛。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谁呀你？你抽我一下试试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我弄死你！小慧，你在打我？好，有本事你别走！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小慧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算了。喂，董哥，我被人打了，你快来呀！美女，这事儿要不算了好不好？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凭什么跟他道歉？算了，行啊，除非他跪下来向我磕头道歉。跟我耍横是吧？信不信我还抽你？小慧，你干什么呀？小慧，小慧，干什么？有本事你下来呀！你躲起来算什么呀？小慧，要不咱走吧，别来这玩了。你看酒吧多危险呢，刚到门口就闹事儿了。就他会叫人，我不会是吧？给我等着。你干嘛去啊？小慧，咱们走吧，行不行啊？计时刻怎么总没电呢？没关系，叫不来人，我一个人也可以等着，看他能有什么本事。9800，咱们进去等他。喂，哎，你车就停这儿吗？就停这儿。喂，浩强吗？我是玲玲。我在金海岸广场的酒吧，我跟小慧惹了点事儿，我担心可能我们俩解决不了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服务员，给我拿瓶啤酒。小慧，你听我一句劝好不好？万一他们真来人了，就不好收拾了呀！走吧，别喝了。哎，我说你别怕，先坐下。哎，服务员，给他也拿瓶啤酒。来，拿着。我跟你说啊，像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都是虚张声势的主，你怕她干嘛呀？喝酒吧，喝酒。伤到你吧？谁呀？这是人呢？酒吧里。师傅，能不能再快点？这个点已经够不快了。我有急事情，帮个忙行吗？好的，我尽力吧。谢谢。小慧，咱们走吧，行不行啊？万一那个女的真的叫人来了，咱们俩会有危险的。哎，我说你胆子怎么那么小？这半天他都没进来，他肯定不敢进来。哟，美女，喝一杯吧。凭什么跟你喝呀？大家都是出来玩的嘛，喝一杯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呢比较讲原则，我的原则就是看心情。我今天没心情跟你喝，走开。不喝就算了，没必要这样。学生不好学人搭讪，这种男人啊最不靠谱。你看看酒吧里面多危险呢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了啊！哎，那这样，我把这瓶喝完，咱们就走，行吧？快点！江总，我跟你说，王邦丽的老底子我清楚的，他是穿着门的装糊涂，挺干净。走了，快！服务员，不用找了。来来来，我的大小姐，把衣服穿好。好，你来。
小慧，杜哥，就他们俩。可以啊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。怎么着，仗着你们人多欺负我们人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公共场合，我不怕你们。小丫头片子还挺横啊。大哥，先别生气啊。刚才在停车场里面是一场误会，就是一个车位嘛。我是他好朋友，我替他给你们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凭什么跟他们道歉？误什么会啊？他打我来着。那我还告诉你，我今天打的就是你，小慧。就跟你没完。什么呀？小黑。哎，你别乱来啊！你再乱来，我报警了。报警啊？吓唬我呢？啊？我告诉你，小丫头，在警察来之前，我就把你收拾了。他们废什么话，赶紧动手，待会儿我还出去玩呢。哼，好戏呀，正在上演。想不到今天出来还有意外收获。江总，江总，那个领头的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杜哥，个子高的那个。龙子，小黑，交给你们了，出什么事儿我担着。好嘞，知道了，杜哥。你们干嘛？别过来啊！干嘛？别过来，听到没有？住手！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！生蚝墙也来了，越来越精彩。这是又来英雄救美了呀！我倒要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兄弟？不想往身上惹麻烦的话，靠边站。如果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，马上离开这里，听见没有？要英雄救美是吗？我成全你。哎，这是要打起来了。